我老爹赶紧玩。大家好，真的很好，相信各位昨天都见识到老爹这个藤针全部套用三井的潜能之后的威力哦。老爹昨天用这样的这一套的潜能哦，三分真的算是很准很准哦。但是这一套是老爹这个看这个鹿板的大神最强的配置哦。那么老爹一样把它强化到五星的这个三分控卫三分跟三分加二哦。我们来看看到底鹿板大神的三分究竟准不准，够不够准哦。那么这一套哦，它两分，两分也很准哦，中投的部分也很准哦，不会只有像老爹昨天这样，只有三分比较准哦，其他的好像都不太准。没关系，我们来试试看两套天赋，哪一套比较适合老爹？来，三分都点到五级啦，我们来看看三分究竟差多少哦。那这个是加这个传控跟超解的，传控跟超解的，这个老爹目前还满不了哦，明天再把它点满。那这个超节制身背后的传球，来一样跌到五级，没问题。目前除了这个超节的部分，其他进攻部分都已经五级了。那么我们就用这样的藤针剑师来打我们的排位赛，看看他的三分跟两分线表现如何。来，个人排位。没问题啊，老爹不是只有会玩三井而已啊，藤真也可以、啊。我可不想再一次输了比赛。好，改成藤真的天赋，阵容完美啊，有没有看到啊？使用藤真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投三分线的时候，如果对面跳起来，我就可以传球。那么我们来试试看，老爹使用我们的藤针剑师鹿板大神的配置，而且把三分线三分球的这个潜能都点满的情况下，究竟强不强悍，三分准不准哦。那么昨天老爹已经用这个三井的这个潜能哦，证明这个藤针的三分是可以超准的、哦、所以我记得一开始投三中三啊。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表现，这样你也敢投？好，那个了一下靠腰，怎么样？你不是说我可以了？那个了，吓死我了！竟然没人防守！哎呀呀，木木被盖火锅，好干得好，干得好！控位没进，搞什么鬼东西啊？好，没问题，二比二。老爹的网络网不太好啊，靠腰。再进一球。哎呀呀，这个网路，我绝不认输。来，球给我，老爹换了一个位置哦。好，没问题，速接速投，四比四。因为老爹是用 WiFi 啊，我现在换了一个位置啊。好，抄到了，抄到了，这个超解可以。奇怪啊，昨天准多了，两分也没进，你搞什么鬼东西啊？救命啊！一直不进啊，我都觉得我很对不起这个赤木啊。拿到了。
我都觉得我很对不起这个赤木啊，靠腰。好，6-6。哎呀，被他得三分啦！我觉得我还是带全部身，这个藤真的这个潜能好像比较准啊。真的不会进啊，靠腰啊！好，没问题，8-9。绝不认输。8-11，我觉得还是带三井的天赋比较准啊，准很多啊。好，10-11，我还是打好这个空位吧。我觉得这个不能投三分哎。好，盖得好，盖得好。哎呀，救命啊！怎么传那么远啊？老弟又抄到球了，又不进啊！要上了，好家在！篮板球，哎呀呀！少看不起人。好，没问题，12-11，我很没有存在感啊，只超了两球，不知道在干什么蛙哥啊。不到最后，绝不轻言放弃。好，没进，拿到了，糟了，糟了，哎呀，救命！怎么样啊？12-14，你不是说我只能拿五分吗？终于进呀、啊，你终于肯进了吧你呀、啊？守住这个三井。好，拖时间。哎呀，靠腰！哎呀，靠腰啊！剩下12秒，我们一定要反超啊！用两分的，用两分。好，给他，他有大。靠你了，木木啊！好，没问题啊，绝杀三分啊！我觉得我的藤真还是不要投三分比较好啊。没问题，干得好，老爹又再一次靠了队友获胜啊！我觉得我昨天用这个三井的天赋反而比较强啊，这样子真的不好投哎、欸，我觉得差蛮多的、啊。好了，各位观众。老弟调整一下这个打法哦，用这个鹿神大，这个鹿板大神的打法，好像三分不要乱投。好，各位观众，那么老弟哦，觉得这个藤真哦，真的是可以练哦，他的超节能力真的是很强啊。那么老弟哦，还差大概7-8千的潜能，可以让这个藤真的这个绿色也用到5级。那么我们继续来。获得我们的潜能，明天老弟或者是晚一点下一部影片、哦、老弟要用全部满潜能的这个藤真打我们的3-3，来继续冲，没问题，不动如山，好像不错、啊。没关系，我们继续抽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大颗的蛮好抽的、欸，你们不觉得吗？这个真的很好抽啊！然后老爹自己是觉得，又一个不动如山。好，老爹自己是觉得，每天买那个33块的那个礼包很划算啊，
33块那个啊，小客族啊，那个每天那个33块啊，得到很多的这个资源哎、欸，我说真的、啊，老爹自己每天也都有买哦。好，来继续，有10000个啦，我要抽到15000个，就可以把潜能全部升到5级啦。没问题，我们继续抽。而且这个大颗的，我光这样抽一抽啊，我好像全部抽，大部分该要的我都抽满了。好，继续，最后4个，又一个自选箱，没问题，自选箱我有4个啦，我有4个啦。好了，各位观众，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大家拜拜。